这天气冷呐，可取暖气，是热乎些的哈。你也肯定呢。来，那个，还有。对了，过两天跟两个干爹买衣服去了，这要过年了，买套新衣服穿。我不去。那么回回差你都不肯去啊？我这前年买的袄子它还可以穿，我买我新的呢。这都旧了，哪个新的呢？这次发言要耽误你们哈。蛋糕啊！我来把它抽了，差点也放爆了。后面有个排插啦。后面的坏了。要不要考取暖器啦？你哥跟你闺蜜屋里考虑啦。不去我屋里去，我屋里没得取暖器。要不你们只有等我把饭都抽了，你们再考虑。你也等下再来啦。排插跳两回的呀？没有坏吗？就是，俺看不得你闺蜜晓不晓得？她老来我们屋里蹭这个取暖器，那天呀还来蹭那个电风扇。你过了这些啊，考取暖器啊，我那个后路一定放开。你喝，你喝。我快燥死，又跟阿青塞鞋子，给我买个取暖器去。哎呀，买取暖器不是浪费钱呐，解个油啊。这样，我给你做一个，多好。又是走的啊？你叫谁意思？我都是走的，还说赶门儿过年呐，哪狗哪鱼都要走。我看你，我跟两个过日子，一钱都没有过好过。你滚！不是，那个，哎，你问我跟哪人过年？换你走啦，我也会走。跟你走个姑娘，你跟她俩过去。嗯，哎，哎，真是不把家，你走啊，你走过矮坎的呢，走过整高的，不是那回材料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孩子都还没穿呢。嗯，交个款式啊。表表，搞一杯。你这是鱼干嘛？酒杯。你自己来。啊 ，nice。表表，你们这个电视机了吗？看准看准，又不清晰了。哎呀，我们电视是这样的，拍哈就好了。拍哈。啊。你叫个款式啊，来不来得我亲他，是我们屋里唯一的家长了。你这把搞车了，连我老头回来又要说我了。兄弟，伤我不着啊，我平常砍骨头啊都是这个力度。我一看是啊，你错了。哎，我电视机上搞的呢。月月，你猜啷个？哦，我在晒太阳。嗯，哪现在的太阳？爸，你有什么事啦？等下呢，我的女朋友说来看电视的，你回避好了。催我哈？你晓得呢，他来呢，我怕你蛮尴尬，我给钱你，给赶紧上网个。催我来，儿子去盖这个了，屋里没得人了。看什么电视啊？爱情片《泰坦尼克号》。你我看不看得懂呢？我看得懂的，我帮你翻译。没错，我来换电视个。
何八子，你是个么意思啦？就连个破电视还要我来看，什么家务条件还想追我，真是奈何嘛想去舔我肉，哼！陈英旺，何八子，你这个电视机不行呐！你看我的大彩电，吹我是我的，你不像这么想的呢。这吹我，我们看谁要下去看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眼里一片苍茫。一剪寒梅傲立雪中，只为一人飘香。